赖清德副总统，你他网军可不可以找一些有水准、念过书，不要老是找这些死鱼烂虾、臭螃蟹。邓家华，我不能民进党，我馆长开战，我最近就加入民进党。有这种的车衣，有那种的，大家用我们的纯爱杯哦，啊死啊死，我愿意，我都愿意的车衣。有那种欢迎大家买中国酒精喷雾剂贴牌牙医，都是这种卡，不然就是，哎嗨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桶盖，嘿嘿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桶盖。你现在民进党都剩这些啊？我相信郭董事长身边的幕僚，哦，没有尽到幕僚的责任。一，我在这边做一个公平、公开，哦的一个非常有可信度。首先，郭台铭董事长，我跟你，我个人是非常尊敬你的。相对你身边的一堆三教九流、二四八六，啊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你身边的人三教九流、二四八六，阿斯巴拉啦。如果你的幕僚还有点良心呢、啊，应该帮你收集资料。你知道你身边欠缺什么人吗？一个会跟你讲真话的人。我这边跟郭台铭董事长报告，台湾的人民需要什么？需要的是把这个贪腐的政党，他们贪赃枉法的证据。但是今天，如果还是民进党当选，这个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赖清德加进来细卡都里面让赢，本来就已经很累了，现在更累。台湾的未来在哪里？台湾的未来掌握在侯大、柯大、郭大你们三位的手上。我再次的拜托你们三位，以台湾苍生啊为念啊，